人气超高的胡歌虽然拥有高知名度，但平时行为超低调，是粉丝心中高冷男神的绝佳代表。不过近日曝光的一段影片可是让大家都笑疯啦。17号微博疯传一段胡歌大型耍帅失败现场的影片，只见他在镜头前摆出酷脸，缓缓把代言的香水举到眼前，没想到一按下喷头才发现拿反，所有香水都往眼睛里喷，酷帅表情马上崩塌，赶紧手忙脚乱的擦脸，最后才重新露出尴尬笑容，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。看到这段胡歌出糗的影片，留言区毫不手软的给了一片哈哈 哈的留言，还有人笑说他之前被这个香水广告狠狠撩了一把，没想到华视直接人设崩塌，老胡完全帅不过三秒。但也有人力挺，笑完还是要说胡歌好帅，看来重点还是人家有一张帅脸啊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